第十题，它告诉我 differentiation 是这个是这一个 ，so 它要我们找 integration of 这一个东西。所以我们在这边，这个是我的 f(x)， OK。然后我 integrate both side， integrate both side， integrate dx， OK。所以在这边的时候，他要的是这一个东西，然后这一个呢就会是等于那个把三抽出来，所以我把三抽出来，三 integrate 减二到一 fx dx， 所以它就会是三二 x 一减三 x 减五减二一，然后它就三二。乘一，一减三减五 ，OK， 然后再减二减二，一减三减二减五 ，OK， 所以它这一个是三二不减二减五，然后这边它是减四。然后减减四，这一个是三二六，然后七，然后再加五，然后这个就没有了，减一，然后它会变成三乘，这一个是减一，加四百七，减三百七，所以减九百七，这才是答案。这一个是属于 Form 5 Chapter 3的 Antiderivative Integration Antiderivative